OK， 有人拯救你了。好，所以我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可能说我中文文法不太好。这个意思不是我在研究基灵力是做什么，而是说我作为研究者到底在做什么。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问题。然后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就便宜，不好意思。如果知道该怎么做，请教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但哎，这里有老师，我应该不能乱讲，但是哎，简单来说啦，我研究问题就是说，基灵币社群参与者怎么决定什么是适合基灵币的国际交流？哇，你问这个，是这个不好的问题吗？太好了，谁好先？然后就是说，因为就我感觉，我一开始了解基灵币，我自己的感觉或者感想是，基灵币非常关心是一种本土脉络啦，就是。我看我就是眼前的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是做出就是来决定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嘛。但是在这个的同时，其实基灵币在做很多国际交流。那不过我们很关心是本土议题，为什么要做很多国际交流？可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没有趣的问题，其实社会学就在问很多没有趣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嘛，是因为其实在过去的文献里面。比较没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做研究跟基灵币一个共同点是，你就是可以说先不要问为什么人没有研究这个，先问你指导老师能不能当那个没有人。如果老师觉得 OK， 两年后你就可以变成那个没有人。所以我就是在变成那个没有人的一个过程中，然后我一开始要报告，我一开始是想说，哎，我报告一下我的进度。都发现我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每一句话后面有加一个问号，所以好像没有什么进度。但是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在思考什么问题，然后欢迎大家一起跟我思考。所以就是我一些比较就是核心的问题，然后想要进一步讨论一下。那就是一开始就最简单的问题是 Why bother 啊，就是到底要为什么做？然后就想说好像。国际交流有它的一种弥补性，但这种弥补性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弥补性吗？可是一个原因就可以说，做国际交流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不管是看到一些比较厉害的，就是专案，然后可以透过 forking 就是也是使用嘛，还是就是了解其他社群运作的模式嘛，还是做国际交流，因为某个程度上也是在思考光明科技到底是有它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那个 horizons 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透过国际交流，当然也会认识新的人嘛。那人脉或者说你认识那些国外朋友，到底在跟共鸣科技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跟我讨论。那第二个是 how did it start， 因为就刚刚问说为什么在做，那好像可能一开始就是在做，所以可能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为什么。所以我最近也在思考一种共鸣科技的实践史，然后基灵币只有。可以说只有八岁，所以讨论时间史还是有点太严重，但是就是这样子。但是所以就想说，这个从开源社群到共鸣科技的路是什么？就是开源社群是当时是怎么样，然后怎么影响我们现在的基灵币？然后可以说一开始基灵币就是在做某一个程度上的国际交流吗？然后它的进度、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然后也是在思考，就是社群参与的背景如何影响那个国际交流的出现。然后这是我最不清楚的部分，所以非常欢迎跟我讨论。但是另外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我会通用，就是国际交流还是区域性的交流？因为我最近关注到是基灵币好像跟或者一些参与社群参与者跟邻近国家的合作模式像是面海黑客松跟其他国家的合作模式非常不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好像可以说和邻近国家就比较近，或者说文化比较像，但是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对，鸡排杯，但现在也是没办法飞出去嘛，所以就是问说为什么这些合作模式会不一样？另外一个是说，社群参与者大家觉得是一种国际社群吗？就是我们关心那些公民到底是谁？那公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定义，就是它界限非常的模糊。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然后基灵币跟谁？合作会比较密切，然后对于社群参与者来说，就是哪些社群或者哪些机构跟他们比较像，然后这怎么做这个判断？
我就最近在想，是纪灵 V 社群参与者一种想象地图嘛，就是他们觉得纪灵 V 跟谁比较亲近，跟谁比较遥远。我感觉这是一阵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很乐意跟大家讨论很多事情。然后我是2020年才开始关注纪灵 V， 所以我一直不太清楚这疫情是有如何影响国际交流。然后我很想要听不同人的经验，然后分享这些人参与过的活动，然后做过。我很好奇大家觉得走过国际交流会影响你如果做国美科技，然后我或者你的专案，然后如果要加入就是可以找我聊天，我现在在这里，然后要跟我联络的话就是我 LINE 这里，然后就是我的 Slack， 然后我在我大注音，因为我现在一开始觉得注音很可爱的，好像大家不会把它联想是 Sam， 所以就是 Sam， 然后就是我 email， 然后就讲到这里了，谢谢。